谁啊？大啊，你还做数报师？啊，可以乌蝶的影，吹小妹。喂，老汉，我先看到姚兰穿新娘衫，死在我面头前。我要爱你的命。嗨啊，但姚兰够傻好死啊！神奇故事传民间，因果报应警示人。只要咱找出这世间万年，就会当改变后世。福建郭砍头，细说台湾，每逢星期六及日下午2点，八度空间精彩连篇播出。